BioPure 华丽的壳体背后是各种技术的整合，包括沉积物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和逆渗透技术，形成一个高度精密的单一系统，来滤除广泛种类的污染物，带来最高的质量和性能标准。BioPure 使用有机椰子壳炭，一个非常耐用、可更新的介质。此炭芯拥有数百万个微细孔径的磁性分子，能吸附污染物。BioPure 采用的碳滤芯经过一个活化过程，来进一步扩大其表面面积和容量，来滤除污染物。相比之下，普通碳滤拥有较小的表面面积去除污染物。一旦这有限的表面面积已被充分使用，它实际上可让污染物回流到水里。BioPure 采用优质的元件和技术，其表面面积相等于大约100个足球场的活性炭过滤器，可捕捉和去除污染物。BioPure 滤芯经过特别设计，更加耐用，其容量比许多其他滤芯多达48千，因此可有效地去除更多污染物，使用期限更长。逆渗透膜，水经由压力穿过逆渗透膜，或是无法穿越过滤膜的污染物被隔离，仅有0.0001微米的有效空隙度，使过滤膜可滤除几乎所有污染物，包括溶解固体、细菌、病毒、重金属、化学物质，甚至放射性离子，从而产生纯水 H2O。 BioPure 的内置水压泵是经由特别设计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常有的不稳定和低水压的情况。此高压泵可增加逆渗透膜滤除污染物的效率，同时促成4倍更快的纯水产生率，即便是在水压低的区域。有了 BioPure 的自动冲洗机制，您将无需担心逆渗透膜表面会积满污染物，水泵所产生的水压会产生一股强流，穿越过滤膜表面，通过20秒的循环把污染物冲洗到冲洗水中，再将增加水机的效率和延长逆渗透膜的使用期限。逆渗透被视为全球最佳水源过滤方法之一，它是饮食工业和许多其他需要高质量水源的应用程序之首选方法。如今纯净水备有三种水温，体积小巧 BioPure K400。